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，茄萣区沙崙国小创校一甲子小校校友团体力量大，历届校友和地方热心人士成立甲子校庆筹备会。校庆当天，由第一届老学长带领各界校友走入流转时光机。高龄94岁的第四任校长杨丁进、93岁首位分校主任黄敬贤与第一届校友毕业班导师蔡文雄等师长，曾捐赠吴博士纪念图书馆的吴金德博士都受邀返校欢聚一堂，拍下难得的大合影留念。沙崙国小校长简进惠表示，该校透过在地信仰万福宫热心教育人士捐的募款筹划设校，于民国45年设茄萣国小沙崙分校，47年独立为沙崙国民学校。学校草创初期设备极其简陋，因教室不足，班级分成二部制，师生拿着小板凳到木麻黄树下就地上课。因为校园都是沙仔的，学生需到白沙崙渔港搬运从船坞清理出的泥土填整校园。学生合资购买树苗种植为绿化校园，创造虽筚路蓝缕，但在师生同心协力合作，家长会及地方士绅积极参与下，校务蒸蒸日上。如今沙崙国小校舍美轮美奂，并有玩具梦想馆、英语情境教室、沙崙小田园、吴博士故事馆等丰富教学环境，并发展英语绘本、国乐团、乐乐棒球、羽球等多元社团，堪称是一座孩子的学习城堡。